来了，我的铁道列车动员员 ，IC3码3029，我是公安列车长的212了。三月，我看一下，等我看，18号，瑞芳和甲路，可以交到。10:29，耍牌是大家叫我列车龙哦。我个人首都在这个点拍摄。其实之前就蛮喜欢这个点，因为它算有点小弯，然后小弯虽然都是一样，啊，这不可厚非啊，无可避免嘛。但是重点的锦林平交道，然后又有一个隧道口，不远处。是他吗？如果是他，我就会8769嘛，应该的。8769是准备要通过了吗？因为今天下雨的时候，我就改到这边跑过来了。喂，8769次来了，花莲发车，金阳北回向港，七楼的 R173单彩电头。3029，目前最新的3029，8769出了，在瑞芳红加路平交道已经通过了。然后下面跟马掌门都是电不到，以及挂后面，赶快支持节麦。我的8769是在瑞芳红加路交道已经通过了，赶快支持节。啊，还蛮开心的，今天能够追到8769。对啊，好了，我也差不多赶快走。8769次是那个后面发车将北回线开往七堵，对，用3000起。R173单踩电脑了，用3029，一单豆藤呀。绿色单行人机大车，在我的瑞芳红加路交道已经通过了，赶快支持！而且10:31，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。